是福音书呢，还是诗篇，你有没有特别感动？最让我觉得有神是一个创世纪。创世纪，鼓掌。夜讲我那个小组啊，是一定从创世纪开始读的。你一定要回去赶快报名一下，看这个时间。我想我们很感谢主，好不好？今天我想最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们弟兄从头到尾非常真实，把所有的皮他都脱光了。为什么呢？在基督里这个心脏就是过不去的啊。那不信主人呢，就确确实实的把信主人请坦然，不用坦然。因为神接纳了他，他怕任何人不接纳他。